举办 mini concert， 一身牛仔连身躯，衬托出白皙肌肤，搭配精心设计的浪漫舞台，有唱有跳，放送无敌甜美魅力。节目的录影，不晓得做了什么好吃的菜。你给个可证，我可以讲出来吧。Of course， 是秘密，是秘密，秘密，是秘密，是秘密。帮一步，저기开玩笑的。对，저기저는한국的小吃。小吃，한국小吃。근데해보니까제가지난번보다는것같아요잘맛있었던것같아요所以应该没有出现黄瓜这个致命的东西吧？네없었어요没有。昨天我没睡好，因为我很想见到你们。今天让我们尽情享受吧。许多的 Jessica 演唱会上准备不少曲目与粉丝同欢，而8月5日出道满十周年的她也将同步推出新专辑和举办演唱会， Golden Stars 一起陪伴迎接下一个十年吧。环球的蔡文雄、潘建成采访报道。